我是十九大哥，你求你啊！喂，樱桃女士吗？你的外卖到了，出来拿一下。喂，樱桃女士，你出来拿一下。那你的外卖我放在门口了，我放在门口了。好，行行行，我还要赶下一单。哎，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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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上到了。还在人海里浮沉，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是刚刚送外卖的吗？哎，对，你的外卖我放在门口了。哦，这个好像不是我的，你是不是送错了？我没有点这个。错了。嗯，对对对。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那个啥，没事，你在楼下吗？你是刚走是吗？没事没事，我下来，我下来换一下就行了，你等我一下吧。啊，等我一下。别吵，我大哥，没有问题，我求求了，可以吗？啊！我马上消失了，我是十九大哥，你求你啊！不是，大哥，怎么回事呀？我求你了，我马上失业了。不是你给我咋回事呀？啊，车不妥了。我给咱们送外卖送了多少遍，车不要停在这里，车不要停在这里，人可以进来。你看这是什么车？啊，你开一个车把一个车给占了。不是，人家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家开，人家都超时了，这么多外卖都超时了，人家也不容易，出来工作不容易。我不给他锁，让他们等等继续，他们会这样说。哎呀，你就开一下锁嘛，你这也没有另一个牌子，你另一个牌子人家也不会认了，对吧？谁呀？我这公司的，你们不是认公司物业的吗？你们物业我认识啊。别管，我也是拿着工资当个保安，你不要为难我，又是找我老板去啊。你老板呢？啥时候过来？你给他打电话让他下来一下吧。反正我今天老板没来上班。不是今天没来上班，那啥时候来呀？我也不知道。那这就开不了了是吗？你拿着钥匙我们要开一下。对，等我老板别动。不是，不是你这样砸不开的，都砸的更难开了。这边都等着送是吧？是啊。这样吧，我马上超时了，我开车带你送，你这车子先放着，车子明天再去，拿着你的外卖，我开车带你送。在心间走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真的不会耽误你工作吧？没事没事，你先把东西放着，不会耽误的。我们做电商的，在家一步一步就可以了。我刚把产品上架上去，反正。也没啥事嘛，嗯。什么工作一部手机就可以了？什么电商啊？电商就在网上开店卖东西嘛，你先做吧。嗯，走，先送你。还有两单，还有两单，把下一个给我。好，下一个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可能是狂被吹走，从此无影无踪。这单是哪个？只剩下一个冷冷的人。好，谢谢。走去下一个，还有最后一个是吧？对，还有最后一个。走。啊，姐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今天还耽误你那么久的工作，你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没事，哎呀，耽误啥呀？我这做这个电商，一部手机走到哪都能做，知道不？没有耽误我哈，我在家躺着一直躺着，赶快去送吧，最后咱别迟到了。那我可以跟你学电商吗？可以呀、啊，你边送外卖都可以啊，我有很多徒弟也都是跟你一样外卖员，你先去做嘛，等会再跟你学，是吧？嗯。